两罐爱情甜蜜蜜，四罐幸福有奇迹，六罐就地拜天地啊。六罐大气，兄弟，六罐好。这里村民也好听，风景也很美。那边，哎呀，太美味了，老铁们！我家的蜂蜜是货真价实啊，一口蜂蜜一口金，寸金难买健康心啊，老铁们！我们家的蜂蜜那绝对是自家产的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我们只是野蜜蜂的搬运工。老铁们，快来我的直播间点亮小红心，立享优惠价格，原价100一瓶，现价38一瓶，38一瓶，包邮到您家。来来来，看看这我们家的蜂蜜啊！太好了太好了，有惊无险啊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小美美。下次听到喇叭声要记得躲开，知道吗？这个小女孩好奇怪啊。老铁们，看见没，在咱们这儿还是好人多呀，快来喝我们家的蜂蜜吧，只要喝了我们家的蜂蜜，保证你跟这个姑娘一样又美又善良啊。老铁们，老板，哎，能向你打听个人吗？哟，姑娘，你是喜欢我家的蜂蜜是吗？太好了，姑娘，这样，就冲你的这份善良啊，我在直播间的基础上再给你打个6折，怎么样？老板，我们不买蜂蜜，就是想向您打听个人。小兄弟啊，蜂蜜那是个好东西啊，吃了蜂蜜之后健康又美丽啊，你俩是不是在谈恋爱呢？啊，我保证吃了我家的蜂蜜，你俩就能黏黏糊糊、甜甜蜜蜜的，怎么样？行，我们买蜂蜜，但是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？两个都可以。来多少？那就来两罐吧。太棒了，两罐好啊，成双成对，两罐爱情甜蜜蜜，四罐幸福有奇迹，六罐就地拜天地啊。六罐大气，兄弟，六罐好。六罐再打个6折，折上折136.8块。来来来来，好数字啊，136.8块，一生又顺又发。来，扫码。好了，好了。老板啊，你知道刘阿伟家在哪吗？他们家呀，这样。你们过了桥右转，走到头就是他们家了。好，谢谢老板啊。谢谢。走。哎，二位，蜂蜜还没拿呢，先放你这儿吧，我待会儿过来拿。谢谢你啊，生意兴隆，甜甜蜜蜜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阿姨，你们找谁啊？你好，我们找刘阿伟。你们不都看见了吗？人已经没了。方便问一下他去世的原因吗？2个月前啊，喝酒喝死的。他这人呢，一辈子都离不开一口酒。我
你们两位是干嘛的？我可跟你们说啊，人死账消，他在外面欠的钱跟我没关系。您别误会，我们不是来要钱的，我们只是有些问题想要问他。什么事啊？两年前他为什么突然离职？这他离职我怎么知道？哎，我不知道的啊，你们可以走走走了。你是刚刚那个姐姐？我叫苏写意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刘笑笑。笑笑，你认识他吗？刚刚就是这位姐姐救了我，不然我都可能被车撞了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跟你说了多少回啊，出门一定要把耳蜗给带上。哎，二位真的太感谢你们了。没关系，这是应该的。这孩子耳蜗啊，之前坏过一次，所以他就一直舍不得戴。笑笑，你回屋做功课吧。二位呀，刚才真的是不好意思。哎，你们屋里坐，我给你们沏壶茶。哎，来，请请请。谢谢啊。笑笑，干什么呢？我在听歌。听歌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我妈妈不让我听别人唱歌，她会不开心的，所以我就只能偷偷的听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告诉你妈妈的，你去听吧。嗯。对了，笑笑，笑笑，嗯，你的耳蜗是什么时候配的？两年前我爸爸给我买的，花了好多钱呢。那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突然辞职，带着你们搬家吗？不知道哎。哎，听我妈说，我爸爸好像看到了很可怕的事情，被吓到了，所以就带着我和妈妈从老家搬到了这里。那你知道是什么事吗？笑笑，二位，我真的很谢谢你们救了笑笑，可是你们也不用费尽心思的去套笑笑话。二位的事儿，我们母女俩真的不知道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啊，谢谢姐姐。没关系，我们先回去，有空再来看你。打扰了。看来刘阿伟一定是看到霍金做的事，所以才会被吓到。你说，他会不会是霍金杀害你爸爸的目击证人？可惜刘阿伟死了，线索断了。不，我觉得笑笑妈妈一定知道什么，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走。可是他很排斥我们。但是笑笑喜欢我们。恐怕下一次想要接近，没有那么容易了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天快黑了，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。好。